再啰嗦你也得忍着。他们真是够闲的。我觉得这个角度找得很好啊，你看这眼神，多到位，多深情。恶魔夫妻，股市杀手。你喜欢啊？你喜欢给你贴床头好不好？你倒提醒我了，我可以请他给我们拍婚纱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我的婚纱照里充满了诅咒。思辰，你去工作吧，这里我可以的。那你中午就在店里不要出来，我让飞扬给你送午饭。下午在店里等我，我来接你。还是老样子，半个小时给我报一次平安。我在跟打卡机谈恋爱吗？尹总，该回公司了。有什么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不准瞒我。你怎么这么啰嗦？我现在退货还来不来得及啊？本店不包售后，再啰嗦你也得忍着。余下的份呢，晚上回去再继续算。记得回家主动来领哦。哎呦，这是我刚从秘书处拿到的董事会董事们的行程安排。尚总没跟你一起吗？他去处理危机公关了。我们还有最后15天，得在股东大会开始之前拿到三位董事的同意才行。杨董我比较有把握，他是最早入股外贸的一个股东，况且上一次股东大会他也没有说话，算是留足了余地。陈董现在是除了我以外在外贸最大的股东，而且孙董和他走得比较近，这一次应该会听取他的建议，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争取到陈董。过两天是陈董太太的生日，我帮你准备好礼物了，到时候我们好好跟他聊聊。好，我这段时间去不了公司，你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有什么消息。那我先回公司了。